看着我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不太对，我不是你亲生的。旺旺，你怎么了？我今天上刀山下火海，九九八十一难我全经历了。哎呀，你能不能给我个治愈的眼神啊？哦，算了，还不如不给我呢。一件一件说，赵阿姨今天有来找你吗？没有啊，她没来找我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还有第二件事儿，我的工作从今天开始要发生一些变化了。你就一直是好好说话的主持嘉宾了。哦，我说呢，你为什么今天化那么漂亮的妆呢？那就是说你以后会经常跟阳光见面了。今天不做饭了，咱们出去吃，庆祝一下。对对对，咱们值得庆贺一下啊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爸妈。这可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，这会影响我在律所里面的工作的。就比如说啊，钱公孙那个案件吧，我要每天回去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提前做好资料和材料准备的，这样会影响我的工作。今天吃上海菜还是淮扬菜？啊，旺旺喜欢吃川菜。那我再带上一瓶酒。哎，对对对，把那瓶朋友送的法国红酒拿出来喝啊。今天是庆祝的日子，要喝香槟。哦，那也行，喝香槟。等一下，有什么可庆祝的？还庆祝上了？就上个电视，高兴成这样了？我们不是为了你，也不是为了你上了电视出了名，为你庆祝。那是因为什么？我们是我们自己。对，你们俩有什么可庆祝的？想不明白就跟着吃吧，换衣服走。对对对对，我去收拾一下啊，我马上。那我不成白吃了？